好，那么我们就继续往下说啊。那么昨天呢，我们后来给大家说了，我们说今天呢，我们要首先呢要讲一下我们这个网站啊，它的一些优化的操作啊。那么你像对于哎浏览你网站的用户来说的话，就很多用户呢，他浏览你网站，他第一开始浏览的一定是你这个网站的首页啊。那么我们发现用户呢，刚开始浏览你这个网站首页的时候呢。 假如说用户没有登录的话，我们的这个首页内容，哎，它是完全一样的，对吧？它是完全一样的啊，并且呢，这个首页上面的内容呢，它也是不经常变化的，啊，不经常变化的。假如说你一个小时内啊，有哎一百、两百个用户访问的你网站的话，按照我们这样的写法的话，那么来几个用户呢，我就要查询多少次的数据库啊，查询多少次的数据库。但是你发现查出来这个数据呢，其实呢都是。 一样的啊，所以在这里面呢，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呢就可以呢进行一个优化。我们呢可以把这个页面呢给它生成一个静态的页面啊，给它生成一个相应的静态页面啊，给它生成一个相应的静态页面啊。然后呢，当用户呢他第一次访问我这个首页的时候呢，我就直接呢可以把这个敲这个地址访问我这个网站的时候，我就可以把这个静态页面呢给它返回啊，给它返回。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啊，生成这个静态页面的话啊，我们在这里面就要考虑一下啊这个内容啊。好，在里面首先啊，第一点，我们首页页面的一个静态化啊，首页那么页面的静态化。好，那么首页页面静态化的话啊，你像生成一个首页的。 静态化的页面的话，它其实呢跟我们这个首页的显示呢它是没有关系的啊。这一部分生成静态化页面，我们可以使用什么来做呢？就可以呢使用我们之前讲到的这个 salary 啊，你就可以呢借助于在 salary 里面去定义一个任务函数，让它呢帮你呢去生成一个静态的页面啊，生成一个静态页面。然后呢生成个静态页面之后，我们下面大家还要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啊，就 就是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我们首页的静态页面需要重新的生成？好，这你考虑一下，什么时候需要重新生成？就我生成完一个静态页面之后，什么时候我需要这个页面重新生成？更新修改。好，哎、呃，是不是更新修改，对吧？更新修改或者把上面的某一条信息删完之后，我是不是就？ 要重新生成，对吧？那么这些我们说啊，首页这些信息呢，这些这些，对吧？还有这些，这些都是从表里面查过来的。只要这些对应的数据它被更改了，哎，是不是这个页面内容就应该发生一个变化，对吧？哎，所以那么这些数据更改呢，它呢是管理员在后台呢进行一个更改的啊。所以在这边重新生成的话，就是当管理员啊，当管理员那么。 后台，哎，当管理员后台啊，修改了，哎，首页，首页啊，信息对应的啊，对应的哎，表格中的啊，表格中的哎，数据的时候啊，数据的时候，那么需要重新的生成我们的首页静态页面啊，需要重新生成首页静态页面啊，OK。 那么这里面呢，是我们给大家说的啊，首页页面的静态化可以呢使用 salary 定义一个任务函数，但是呢，那么当管理员通过后台修改首页信息对应的表格里面内容之后，我需要呢重新的去把这个静态页面呢再生成一次啊，再生成一次啊。OK，这是我们给大家说的页面的一个静态化啊。那么你知道这个东西之后呢？ 下面呢，我们首先啊，就是给大家呢使用我们的 salary 呢去定一个任务函数，把这个静态页面呢哎生成出来啊。就是在我们之前写的这个 salary task 里面呢，我可以呢继续定一个任务函数啊。这里面呢，其实上面我们已经写好了，在这边写的时候呢，就直接哎 define。比如说这个名字呢我叫 generate 啊，generate 哎产生 static，然后呢 index 下划线 html。 那么它的这个作用呢，就是产生，哎，首页静态页面啊，产生首页静态页面。那么产生首页静态页面的话，其实呢，我们哎还是呢，先把首页用到的数据是不是都查到，对吧？那么查到之后，这个查询的过程是不是跟一不一样？对吧？它是一样的啊。那么你把我们把这些内容呢，我们就先拿过来啊，拿过来之后，我们看一下啊，把这些内容，你查的这部分内容呢，给它拿过来。 拿过来之后呢，放到我们的 task 里面。然后呢，下面这些东西呢，它依赖的这个类，我们需要把它导入过来啊。比如我在这里面，我把这些类呢给它拿过来。哎，这里面我们导入的，拿到我们的这个 task 里面啊。task 里面，我们放在这边啊。拿完之后，那么这一部分导过来之后呢，我们下面的这些呢，我们就看一下啊。哎，获取种类，然后呢，获取轮播商品，获取这个促销的活动，获取分类商品展示的信息。 然后呢，再往下获取用户购物车里面的数据。我们说这个用户购物车里面数据，你需不需要获取？需不需要获取？你看一下啊，我们是不是用户没有登录这个页面才是完全一样的，对吧？对对所以呢，这一部分呢，我们是不需要的，啊，直接呢把它拿掉。那么拿掉之后呢，像这个 c u t t content 呢，我也不需要了，对吧？那么现在呢，有了这些数据之后，我是不是要根据这些数据产生一个首页页面的内容？ 那么这个内容的话，你要注意，我们在这里面显示首页的时候，我们使用的是 index 这个 i t m l 对吧？那么现在还能不能使用这个 index i t m l 对吧？你就要考虑一下，看到啊，我们说呢，我们生成这个页面的时候呢，其实呢是用户没有登录的这个页面啊，没有登录这个页面呢，那么对应到我们的这这个 base 的副模板里面，看到我们在这边是不是这些根本就不需要，对吧？ 根本就不需要啊！你只需要是不是登录注册这一部分，是吧？所以在我们这边呢，我们呢需要单独的再去定一个模板文件啊。我就在这个 base 的基础之上，我拷贝一份，拷贝完之后呢，我给它新粘贴，创建一个文件呢，我就叫它 static base 啊，static base。然后在 static base 里面呢，我需要这一部分呢，其实呢，我根本呢就不需要啊，我需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登录和注册这两个链接，对吧？然后呢？ 再往下呢，你既然有了一个 static base 之后，那我肯定也不能使用这个 index，对吧？因为我这 index 是不是就应该继承一 base？所以呢，我们要单独的再来一个啊 index 文件，然后呢，拷贝一份粘贴，然后给它起一个名字叫做 static index 啊，让它继承于我们的 static base 啊 static base。OK，那么最终呢，我们要渲染这个页面的时候，是不是要使用这个模板文件？ 对吧？哎，使用这个模板文件啊，所以在 t a s k 里面呢，我们在这里面渲染的时候呢，我们要使用这样一个模板文件。那么注意，在我们这边，我们说 render 返回的啥对象？它是不是返回的这个 HTTP response 对象？那我们现在要做的，我是不是只需要获取完这个内容就行了？我不需要给你返回一个 response 对象啊。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就要使用我们之前模板使用的步骤啊。第一步，加载模板文件，加载模板文件啊。 加载模板文件，哎，第二步，那么定义，哎，定义我们的模板上下文啊，上下文啊。第三步，模板渲染，对吧？模板渲染呢，我们就说就产生一个替换后的内容啊。模板渲染，OK。那么然后呢，这里面使用的话，我们需要呢去借助于我们的一个东西啊，从我们的里面，from 我们的 j u n g l e 它里面呢有个 template 模块，在这个 template 模块里面呢有一个 load e、er、啊，对吧？那么这个 load、er、里面呢有一个方法，哎，就是我们的 load 点、er. get template。我要使用的是谁呢？我要使用的是 static index 啊，所以我这边需要写的是 static index。好，最终我们有了一个模板对象，哎，那么加载模板文件，那么返回模板。 对象好，定义模板上下文呢，就是它里面用到数据，你是不是要给它传过去，对吧？那么之前呢，我们说定义模板上下文，我们给大家讲的，你需要呢从这个里面呢再导入一个类，这个类呢叫做 request c o n t e s t 啊 request c o n t e s t 那么然后呢，你去创建的时候，你是不是直接是 request 点 c o n t e s t 哎 request 啊创建一个对象，然后呢第一个参数呢你要给它传一个 request，然后呢第二个是不是你要给它传的这个数据是什么？ 那我们这个数据是不是就是它，是吧？所以呢，把这个数据传过来，传过来之后呢，有了这样一个对象之后，那我在这里面最终渲染的时候，模板对象呢有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呢叫做 render 啊。render 时候，我要给你传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它？那么最终它在渲染替换之后呢，它给我返回一个替换后的 HTML 内容，对吧？哎，原文叫做 index 啊 static，然后呢 index 对吧？HTML，哎，产生这样一个内容。 那么你注意，现在我们这里面需要一个参数叫 e s 子，你看我这里面有没有这个参数，对吧？其实呢，我们这个生成静态页面的话，你可以呢不依赖于这个东西啊，不依赖于这个东西，不依赖于这个 e s 子对象。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你定义这个渲染模板的时候啊，第二步的这个东西呢，你是可以呢省略的啊，可以省略的。我直接加载完之后呢，我就可以呢去做一个渲染，这个渲染的时候呢。 我们传入的这个东西，你可以传一个这个类的对象，你也可以呢，直接把这个字典呢给它传过来啊。就在这里面，我也可以直接这样写啊，直接这样写。它的这个作用呢，也是啊，直接呢就是把你加载，把你模板文件里面对应的这些变量呢，就使用我给你传过来的数据呢做一个替换，最终呢给你返回这个替换后的内容。好，那么现在我们有也有这个内容了，我要干嘛了？ 好，那么注意啊，我们的目的呢是让它生成一个静态的页面啊。你这个页面静态页面上有什么内容？内容你有了啊，现在你就要把它生成一个页面，也就是生成一个对应的文件啊，生成一个对应的文件，生成首页，哎，它对应的这个静态页面也就是静态文件啊。那么像这一部分这个静态页面，我们可以写在哪里呢？你比如说。 我们所有的静态页面是不是都在 static 下方？所以呢，我就可以呢把我的这个首页的静态页面呢也给它生成到这个目录的下面啊。那么像这一部分的话，我们呢就可以呢去，哎，先来这样一个路径对吧？我们先把这个路径拼出来啊。就我们写一个叫做 safe p a s pass 啊 s 啊 safe p a s s 里面，那么我们项目的配置文件里面有个 base dr、R、我做一个拼接啊，在这边我们看一下这个导入这个，把这个打开啊 os。 然后在这里面写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 O S 点 pass 点 j o i n base dir base dir 哎 settings 啊，就是 settings 点 base dir 这个路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base dir 呢，就是我们这这个项目的目录，我要生成到它下面吧。那么，所以我要做一个拼接，就是 static 哎这个首页的文件的名字呢，我们就叫到 index 点 html 好。那么，所以呢，这个路径我就有了。下面呢，我就是创建一个。 文件啊，with open，然后呢写上一个 s a v p a s s 对吧？写文件 w，然后呢 s f，然后在这里面我要写的这个文件里面内容是谁呢？我这边已经拿到了，所以我在这边写的时候呢就是 f 点 write，然后呢把这个内容呢给它拿过来，你带这个 index 在 t 在 m 有？好，你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文件是不是就写完了，对吧？ 哎，其实呢，这个函数它的作用就是这样的啊，就是查完这个东西之后，然后呢，把这些数据呢，把它传给这个模板文件，然后呢，得到渲染后的内容，把这个渲染后的内容呢，给它写到一个文件里面啊，生成对应的静态文件。然后呢，这个函数写完之后呢，我们要让它哎、呃、成为这个 s a l a r y 的任务，哎、呃，需要使用这个 app 对象呢，给它做一个装饰啊，做一个装饰。OK，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任务函数就写完了。 写完了之后呢，我们之前呢给大家讲这个 salary 的时候，我们说 salary 呢里面呢分为这么几个部分啊。那么注意在这里面这么几个部分，那么这几个部分的话，首先你在这里面它是不是最终执行这个任务呢？是不是需要这个 worker 啊？需要这个 worker 啊？所以呢，我需要呢去启动这个 worker 啊。然后呢，我们在哪启动呢？还是在我们这个虚拟机里面启动啊？我就把这个直接把这个拿掉啊。 在我们这个虚拟机里面啊，我在它里面启动。那么启动之前，我们先把这些都关了啊，先把这些都关了。好，哎，先把这些都关了啊。那么然后呢，我们在这里面写上一个啊，exit。Ex it, 然后呢，把这一部分先拿掉啊。我们要写完我们的项目这个任务函数之后呢，我们就需要把我们项目的这个代码呢给它拷贝一份啊，就拿到我们这边。 把找到它，找到我们的这个，这里面有个 B J 幺八啊，然后找到这个 Daily Fresh，我要把它呢，拷贝一份，拷贝一份呢，放到我们的这个下放啊，放到我们这个它的下面，然后呢，在这里面我就放在它里面啊，直接呢是粘贴放在这个桌面。好，放在桌面的话，现在呢我要去启动它，对吧？哎、啊，进入 C D 啊，C D 进入我们的 Desktop，Desktop des 里面呢有一个 Daily。 fresh，这就是我们刚刚考过来的这个东西啊，哎，刚考过来的这个东西。那么像刚考过来这个东西呢，我们在这里面呢，我要启动它的 worker 啊。首先我需要有 salary，我要进入我的虚拟环境啊。worker on，江购 P Y 三，然后在这里面呢，哎，启动这个 salary 啊。那么启动之前，它有一部分呢依赖于江购的环境，我要把这个注释打开。在我们这里面呢，输入这个内容啊。 然后看到这里面我们要打开啊，打开。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要给大家提一下，就在这里面你要注意一点这个东西啊，听到这个 Django Redis 我们用不到，但这几个类我们要用的啊。但是你要注意这几个类，你再去启动 s a l a r y Worker 的时候啊，它这几个类的导入你得写到这个这几句的下方啊。如果你写在上面的话，它的 d j 环境没有初始化，你这个类呢，它就会给你报一个错误，它根本呢就。 找不到啊，OK，所以我们把它弄过来之后，下面开始启动，直接呢就是 salary 杠 a，然后呢启动 salary task 点 tasks 对吧？哎 worker worker 啊，杠 l，然后呢写上一个 info 啊，好，OK，这里面呢是不是已经启动了对吧？启动之后呢，而且告诉你是不是里面有两个任务函数对吧？这是我们之前的这个发送激活邮件，这是我们刚刚写的这个生成静态页面啊。 那么生成静态页面呢？我们说，在这个静态页面呢，我们我们最终呢是要生成到这个 static 目录下方。那么它里面有一个，我们先给它删掉啊，删掉。好，那么把这个写完之后呢，现在我们这个 work 已经启动了啊。我们要想让它生成我们的这个静态页面啊，我只需要呢，是不是发出这个任务就可以了？对吧？所以我们试一下啊，在我们这边，我在这个终端里面呢，我们就直接呢发一下这个任务啊。 直接在这里面，我们去导入我们这个东西，就是 from 我们的 salary，salary 啊 tasks，点 tasks 啊 import 我们的 generator，static，然后呢 index 下划线 h，t，m，l 我导入它。好，导入它之后呢，我要把它发出。那么发出的话，我们给大家讲的，其实呢就是直接呢是调用啊 generator 啊，然后呢 static。 index，然后 h t m l 对吧？点点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呢就到 delay 啊。你一点 delay，它是不是就把这任务发出了，对吧？那么然后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过程。<laughs> 我看一下这是什么？这怎么那么这个这个地方怎么那么黑呀、啊？咋了？把这关了啊！好，应该可以了啊。OK，那么然后呢，看到它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在这边呢，我们就敲一下回车。好。 回车，哎，这是不是发出去了？然后呢，看一下后台啊，看到这边，哎，是不是收到一个任务，对吧？收到完这个任务之后，是不是这个任务成功了？啊，对吧？成功之后呢，你就在这里面看一下啊，我们这里面有没有出现一个静态的页面啊？然后，哎，看一下啊，是在这个，然后看一下这里面呢，它这个静态页面是不是没有？哎，没有，我们就看一下啊，看一下我们这边函数写的一个东西啊。 然后我在这里面写的这个东西 static index.yaml 哎，这里面 open 打开，打开之后呢，我把它写过去了啊。然后我看一下我们这边的这个代码啊，这个代码。然后呢，在我们这里面，好，哎，把这个呢，我们就直接，我先把它再打开终端，我们看一下啊。cd desktop，然后呢，cd dailyfresh，好，vi。 salary task 的点 task 点 py，然后在这里面去写上这几句的时候，generate 对吧？这个写完之后呢，我们这里面就有了这样一个内容，把这个内容呢把它写过来。现在我们在这里面看一下啊，它也没报错，挡一下这个东西啊。print 我们的这个 save p a s s 啊。OK，那么。 这一部分打一下啊，打一下 print 这个 static，然后呢写上一个 index.html，OK。Okay, 那么把这个改完之后呢，我在这里面重新启动一下啊，在这里面把它停掉，停掉之后，在这里面呢重新的去启动一下我们这个东西啊。那么把这个启动完之后呢，下面再发一次，然后呢在这里面通过这个终端，然后呢再发一次这个东西啊，delay，OK。Del ay, okay, 那么这边呢，是不是又收到这样一个页面？哎，收到这样一个页面，你看这个页面是不是是不是打出来了，对吧？打出来之后呢，然后呢，在这里面收到这个任务，这个任务呢，它确实呢也成功了啊。然后我们就看一下我们这个目录下方这个文件，我看一下这个路径啊。 Tom Python Desktop 下面 Data Fresh Static 里面有一个 Index，哎，我这个这个是我们生成的这个内容对吧？这内容啊，这个内容都有，然后这个文件它写的，不是给我麦克写的啊，这个是我们的 Static Static 下面的有一个。 正常啊，我看一下这个路径，这个路径确实这个路径啊，home，然后呢这个，daily fresh 下面的，static，然后，home b a s 下面呢这个它进入这个 static 对吧？static 下方呢有这么一个文件，哎。 这里面有这个文件啊，那我这个咋，这个看不到啊？啊，那我们就你在这边，我们就在这边看一下啊，这边是不是有这个文件，对吧？那么这个确实能写过来啊。然后在这边呢，我们就直接是 cat，你可以呢去看一下它的内容，这边确实是不是有这个内容，对,对吧？有这个内容啊。所以呢，这个静态文件呢，我们是确实呢能能够把它生成出来的啊，就通过我们在这边呢去发一个任务。 它就可以呢，把我们首页的这个静态页面呢，给它生成到我们哎这个 static 目录下方。但是你要注意一下呢，这个在静态页面它是生成在哪里？它是生成在这个 w o r k 端还是你这个项目那边，对吧？这个东西啊，我们说你的 s e l a r y 在哪启动，它是不是就生成在哪边，对吧？那么你把这个页面生成完之后呢，下面啊，关键就是。 这个页面呢，虽然生成出来了，关键呢就是我们怎么的去访问这个页面啊？怎么去访问这个页面？